好可怕哦！嗨，生日快乐！什么都看不到，一直被打。哈哈哈哈哈！然后上面有一个提示我，等，打一棵树吗 ？Very， 哦，没有没有，来，哎呦哎呦哎！你没转头，当然看不到人啦、啊。对啊，没好了。来啦来啦！哦、大家、啊，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么黑诶、欸。准备一下喽！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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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不想哎、欸，不想哎、欸欸，哇，不想，哇，难过，太不想了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太不想了，奇怪的地方、欸，最近要拿刀切小鱼了，我不知道，拿刀来啊！这个 TP 还不能直接 TP 人名哦，太怪了吧？可以吧？我 TP 出来一串数字哎、欸，什么四零四，四零四不是 L 吗？有四零四可以啊，L。今天这个 1.1 的 UHC 好不好？来测试一下。但最关键呢，还是某一个奇怪的人生日。奇怪的人，对，就伙同你的一些 mod 帮你制作了这张地图。哇哇，用心的吧？我负责就是说，哎、欸，你们去做，就这样。原来吗？原来是这样子吗？哇塞！然后这张地图呢，可以看到很多的蜜蜂，蜜蜂的身体里面都会有香子，太骚了！所以看到这些蜜蜂，就是尽量的可以去砍它，把打到爆炸，去捡它的香子。那然后以后的蜜蜂，它身上也有东西，也可以去打。赶紧小鱼，不要了，不要打我！你以为是上打西瓜？哦哦哦！那小鱼是定对，所以都打你有没有？去找找看看各式各样的东西，打打打本体。然后第一场，因为今天是主要测试那个啦，那、這个小雨是其次啊，呸，没有，都是重点。测试这个 1.13 的 UHC， 大家可以看看这书有很多的功能，主要应该是我看一下哦，游戏选项一，第三本书，从左边数来第三本书。对，那边有一个是金头颅效果、哦，就是如果有人死掉，那就会掉那个金头颅。哦，对。不过第一场我们就是都先关，让他以资源最少的状况之下来尝试。好、哦，好。然后、第六物品栏的那游戏选项二，则是会有一些新的那个龟仙药水啦，那是 1.13 的东西。哦。然后他这还有一个开放地狱。还蛮酷的，就是超过时间就会凋零，所以我们也是之后可以来测试。好、哦、，OK。对，然后这一场我们至少可以来玩一个那个游戏事件第七物品栏，它的边界搜索有这个随机缩圈，简称 CUBG 模式。CUBG 模式，哇，缩圈哦，好猛啊！它在缩的时候，它会告诉你说它会缩在哪里。所以你就会可以透过那个知道要往哪里跑，对，然后它是分四个阶段去收缩，每次慢慢的缩一点缩一点，然后最后会缩到一样是16个。哦，然后第八个物品栏的话，则是可以调整一些特别的，比方说天气固定是在哪一种，晴天雨天还是下大雨，对，然后还可以限制高度跟限制地底跟决战的房间，这我们之后下一场也可以来试试看。哦、oh, ，OK。然后更多的比较特别的就是最后一个书啦，其他设定有这个鱼骨惩罚，它鱼骨很单纯，就是挖石头，石头超过一定的数量，你就会有虚弱、发光等等的效果。哇哇，这个很惨哎，好惨啊！这个你也会知道自己挖多少颗，所以就是你可以估算。对，不会说你根本不知道， okay. 然后嘿嘿，突然就中了，突然就爆炸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比较特别的是随机蠢鱼、随机渡鱼、挖石头有机会出现蠢鱼、蠢鱼烟雾，有够蠢，很可怕。然后随机金苹果就是打树叶有机会掉金苹果，逆向合成怪物的一些金装可以分解成金店，哇哦，这很酷，对。然后人造马鞍有皮革合成马鞍，
鱼桶合成，让鱼跟水桶变成鱼桶。弓箭鱼桶合成很可怕、欸，你是把一只死鱼变成活鱼、欸，对啊，对呀、啊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那个随机物资箱啊，那就是可以搭配那个随机缩圈，可能就变成卖块 PUBG。哇，场上会有一些物资箱，对，我们晚一点都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些。可以、哦，今天第一场就先一般的，然后只是拥有这个随机缩圈的部分。好，好 ，OK， 二十分钟后才说，然后每次收缩两分钟，冷却两分钟。好的 ，OK。小雨，你有什么愿望吗？不要被切。你可以切场上的蜜蜂，可以让你有个愿望啊。不要切我！还是切了，切掉了，没有用切的，直接删除。你实现了！好，那就来分队喽！分队，来，随机分队，分队。耶、yeah, ！我们可以切小雨，不要！小雨，我们来了！啊！切！记住那个蜜蜂啊，那个身体里都有那个香香哦，都可以去抢。好，很高就是了。好。然后小雨的那个人，我觉得可以炸掉啦。然后蛋糕有没有东西？好坏呀！哎，不错，还不错。过分了，分开。好。你不用动，没高度惩罚哈，我有看到，应该没开吧？高度惩罚没开，那都是下一场了，因为怕开了会吃资源了。好的，我之前开都就是lag，所以先简简单单。好，那就来到了吗 ？Go！ 到了，到了。哎呀，倒数十秒，然后我记得还会提示中心点，同队有伤害哦。没有，是现在在这里而已。现在可恶，没有，打击苹果，那个摔下去会不会受伤？不会。我先找蜜蜂，我先挖土找蜜蜂。等下我们爵士也要进。他们怎么了？小雨不见了。小雨被怪他者了。地图 bug 吗？还是这个？因为他死掉吗？你。摔死了吗？你自己复活切吧，对啊，还是说这个地图给的小雨不能玩？你看那个对话框，他刚刚被陨月杀死啊！嘿，啊，难道说没有？有可能是这作者特别让他，你们不要一直挖我脚底好不好？我来挖上面的木头，好玩。我们挖你脚底的木头，分工合作啊。不是啊，我掉下来那个木头就等于没有打过。好玩，可以哦。大地，这是那个，这叫石头挖。石头，用镐子，用镐挖。我有镐。哇！哎，我掉到水里了，救我！救我！下面是水啊，上不来。等一下，我帮你，帮他垫个，哎。你不要急，你不要动，我要扑。你不要急，你不要挡到。有。发现铁，巧克力发现铁。巧克力发现铁。哎，被冲了。欸、真的好恐怖、哦！你不要弄我、啊，冷静。谁知道？这里也太小了吧？我们要今天游到别的岛上面吧？要啊，这一定得去别的岛啊。走了。我有出生啊。这有看到他的那个吗？有，哇塞，有什么？哇塞，有生日快乐蛋糕，可以分几点？就生日蛋糕不是给小雨吃的。然后等一下，给我自己吃。小雨有个金苹果，它只是个箱子，旗帜，海带干啊，海带干也是食物，海带干不错哈。好，恭喜你找到最低的蜜蜂，好。最低，你怎么已经到那里了？在海上啊！啊，你们刚刚在玩，那我就自己先过来玩啊。那我去那个切蛋糕。好，走。好，你们去切蛋糕，我这边有铁，我先挖。你一个人去切蛋糕会有危险。自己切吧。说不定他们也来切，有没有？对啊。你这啊，灌水了。对啊，我觉得颜色还不错。1.13本身就有这种海域吗？
对，他还好，这叫他们，他们已经在那个中心岛了，蛋糕是他们的了。这叫就想说，这叫热带海域啊。想吃蛋糕，我想说你一定会遇到他们。人家就说死掉就可以一起吃啊，把你砍死。偷偷摸摸呢？我要做盾牌了。好啊，已经有了。里面有铁，你们自己拿。还有三个的样子。我偷偷摸摸闯进来了。哎、欸，里面的香香都被拿走了。他们速度很快。对啊。还有吗？蜜蜂。感觉像。再去挖几根。哦，有，还有，还有。嗯，我要去女王峰的上面。女王峰在我在边界外啊！啊，边界外有我拿到虎头峰的斧头，斧头峰的斧头，还有蜜蜂罐、苹果，有一颗金苹果了。头峰还有很多很多蛋糕。我的蛋糕，我的蛋糕，这边有一只，我要来上去看。重点是我在中心点。哎、欸，这被拿过了。哎呀，繁星也在这里哦。怎样？他们也在这座岛啊？对啊。感谢江之续订。那、啊、没遇到你哦。哎、欸，我这边有点下不去。哎、欸，繁星要繁星，你有船吗？我有船啊，我在船。哦，有，我在中心啊。哦、好，我也来了。好好好哇，那这些我帮你做盾牌。好。水中游，那你有看到他们吗？他们在另外一个岛啊，他们不在，嗯、他们不在中间，他们不在，对、嗯，你后面那边，嗯，哦，你摔倒了，没事，我看到他地叠高了。小雨本人有人进去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，他有点大哎，不想，想要挖，我想要把它挖开，挖多也可以啊，把它挖开，小雨，我要来切了，切，挖一点。这一个呢？这是什么？像甜点一样的。我不要切好了。没打，我用爬的。哎、欸，反正这样可以慢慢玩一下。哇，这个难得做那么好的。哎、欸，对啊，看一下。想说，我有箱子，我他们没有找到这个，又有一颗金苹果。盾牌给我一下。哦，蜂蜜很黏，还敢来？等一下 會小雨本人里面没东西啊，这样我会 QQ。小雨本人没东西吗？有那么 low 吗？他可能要你去找真正的他本人，去找他本人。你在小雨里面吗？小雨在，小雨也来了。哎、欸，你后面，你后面有，我知道。你后面有真正的小雨啊！喂，哎呦，你逃走了吗？我游走了。繁星，你看他们有？哎、欸，过去了，没有过去了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他。哎、欸，反，有。哇！喂，哎、欸，我只是在我先游走，我吃金苹果。哇，小雨本人也不行哦。哇！有啦，我都打残他们了。我干掉一个。哎、欸，杰克在你后面。我在砍他。哇，还能移动。喂，闷烧啊！我死了。他有吸收。哎、欸，剩你一个了、哦。队友，还有队友吗？你先跑，好，你先跑好了。我先跑。杰瑞怎么在水上？剩几个？我们剩三个人。你们做一个草。我们刚原本的地方。我们刚。他们还在原本的岛上。哦，这个你应该很多金苹果吧？我现在一颗。你就一颗？对，我就是刚刚那一颗。我现在继续往那个。好，我暂且逃走。我来看小雨身体到底有没有东西。我也来看。哎，对哈，我们刚蜜蜂。哎、欸，是有的耶，他身体里有东西，是有的。我好想打他们哦，你知道他们两个有两个残血，是有的。我有小雨旗帜，还有他们都有盾牌，我没有。嗯，哇，这里的都，哎、欸，这边的应该都看过了吧？我这样走过来 ，OK 吗 ？OK 吗？我看一下哦，不 OK。你不 OK 吧？因为他看到你啊，小雨今天看你啊，他在看你啊，啊，小雨在看你呢，不 OK 不 OK， 他已经在看你、啊，是那个小雨在看我，知道我是，哦，可是这个小雨他的
他的箱子在很邊邊，我好像看到，哎、欸，没看到，我看到那个，哦，哇、哎，走走走走走，骨头风暴，但是他们都直接消失、欸，哎，嗯，不会喷东西、哦，没有掉装的，哦，这样也还好，这样也不错啊，对啊，这样好像也有，没有就要记录一下，对啊，哎呦，看他们，走走走走走，盾牌是不是？我没有盾牌，我没盾牌。好，我帮你做一个，我帮你做一个。你们在哪里？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我们往左边滑。左边，好好好。有些蜜蜂好低哦，可是要盖上去也很难。是不是高的蜜蜂会比较多东西啊？